看着就是平平无奇，但和之前在现代吃过的完全不同。原来这便是记载的沸汤涌涌，清雅味美，别有情趣。不愧是御厨，听天由命。上师肯定能赢，必然的。谢谢支持，选你了，都选你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选你了，选你了，没选你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薛姑娘，就是，果然藏拙了。你们俩是亲姐弟嘛，不用在意，真的不用计较的。只要你我走遍大江南北，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真正能做好菜的厨子。磕头服软算不了什么。什么意思啊？少大师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哎呀，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。那便请薛姑娘随我回长安进宫面圣母。哎，不用了不用，道歉呢就已经够了。我不要你的上师之位。这可由不得你了。